鱿鱼的耳朵，鱿鱼耳，这个有点糊了，不过这个味道真是绝了，特别好吃。嗯，这个回家这样炒，酱香大炒，红烧串火锅，做干锅啊，做那个酱香的那个叫那什么烧烤啊，开点孜然，味道我都不多说了啊，真好吃。嗯，它这个质量啊，厚度的话跟你生的煮的厚度的话是一样的，一点都不缩水啊，一点都不缩水。然后这是纯纯原浆的，野生的啊，纯纯原浆的，一点都没有说泡水泡什么的啊。大鱼质量绝对好，两个九直接给你们发时间。嗯。